那就这个吧。我们在这里售票大厅。在取票对称区。Cool。这要开几分钟啊，师傅？3-5分钟。这么快？这个跟那个，芒果跟那个。那这个，这里的这个，包饺。Yeah， 豆腐。你是包饺。Try this one, go into the next one, very grand today. 走。Okay。check 一下。哦、有饭的味道。Yeah。吃味道。那这个二维码放在 YouTube， 他们可以自己去切。哦，但是还有这个自助。拍下来让他们自己看。Go。哇，让他们旅游一下。我爸爸走不了这里，我爸爸可以。这元素太多，是这样子，应该是啊。这个已经收了很少了。来，帅哥美女，来，你们都看一下。这人都是真的要算的。回头是岸。回头是岸。以后我们一起做。哦，对。商业做火车的。哦，可。你已经很高了。哦，这是两个装备的，一个是最好的。哎，六块。哎，懂了。啊。你不是做了这个表吗？我等一下 check 一下。他真是最最大奖。哦，龙。Dragon， 然后开龙头也是。坐好了。因为这个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翻译的。反正，你先找个集体的嘛，一。
域好可怕。乐山大佛，大江东去，我们下面照的相的几个师祖阿姨。哦，这佛原来是印度人的。宝塔，哇，哦，呀，因为我们不是，我要做视频吗？给他喂白酒的那个地方，对吧 ？Yeah。哎呀，我站到鬼都前进去。你看一下他耳朵里有什么？我挖出个鼻子。哇！我也这样吧。下一个球啊！穿上去。篮球场，你看好清楚。哎，他的脸部，然后我们可以走这里。这是一个篮球场，你拍到它，你看有这个杆可以撞，可以撞吗？有，它可以撞吗？是的，这样子。哦，撞钟祈福。我去看一下吧，有介绍。它在西脸，他们说这个水有福气，所以它在西脸。走，我们看一下，告诉他们这是有福气的水。这个可以喝吗？我也听人说的可以喝，我就是尝一尝也没啥味儿。他们说这个有福气。是吗？那你喝点，你加上福气了吗？就。我们去佛脚吧。佛脚。佛脚是啥？有万万佛。这个。他都穿睡衣的。就这个。我爱这个。Yeah. 我你这个吧，你这个。保护局啊，你这里有望远镜，来跳跳跳跳。酸辣粉儿，手打柠檬茶，有绵绵冰。其实还好啊，不是特别累，特别高。对。对。
着火吗？是煎的。换一换，咱们今天也是了啊。对，现在刚刚进来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上面这块桌子呢，我跟你说。你们都不想，如果要下佛脚的话，最好的话就是刚才。谢谢您的理解和配合，有点陡，祝您游览愉快。到金天山的我有点恐高，哦、你先到金天山的，现在我走的慢。不立日榜，啥时候都在榜。Go.
问题吧。我们走上上楼了。看吧。但是你要赶紧一次性给你到山顶吧。啊，两个十块，等于五块钱一个。我没听到。带一个人嘛，带一个去两百块钱嘛。哦，酷。嗯。美女，带个美女，带个这个大的嘛，进去里卖得很贵哟，外面便宜。你，哎呀，收下。下了山之后，这个有个窟，很酷。老婆，吃的饭怎么？美女。还有就是什么？吃那个嘛。豆腐脑，小乌龟也能吃。豆腐脑，小乌龟，红糖饼。哦，酷。你家就这么大。豆腐，知道了。这个吃饭嘛，喂，我们两个吃饭嘛，吃那个嘛，好吃。谢谢。豆腐了。一人包，一人包。这是什么？一人包，这个。哦，这种这个味道，哎，乐山味道。哦，谢谢阿姨。哎。哦，下了山之后，这边有很多吃的。哦，哦 ，cool， so cute。他那边有一小木头。我帮他弄了吧。毛衣链，还有菩提手串，还有生肖，都我们自己做自己卖的。OK。I think it's really cool. Yeah. 这里面有乌骨雕。哦。哦，他们自己做。当地的手工自己嘛。那个 umbrella 是挡脸的吧？这样。
高。让他坐上来嘛，坐上来给他拍一个外国友。Let's not go, we can just run. 你跟他们走。这里还有一个门。这个景点是东方佛珠。哦 ，Go。哦。这里有上万尊的佛像。哦。门票也是八十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嗯Yeah.